翡翠竟然会生锈。之前有一位翠友在市场上遇到了一件翡翠，看上去像是生锈了一样，他还以为自己看到了假翡翠，其实呀不一定。这种翡翠呢，有可能是以下三种情况导致的哟。一，这是翡翠的特点，看起来像生锈的东西呢，其实它还有一种更独特的名字，就是撒金。撒金有时候会呈团状片状出现，好看的撒金翡翠呢，就像是在翡翠底子上撒了金点一样，不灵不灵的，特别漂亮，而且特别耐看，给人一种锦上添花的美感，还有着特别招财的寓意，天金又偏财。二是这个翡翠的种水比较差，结构松散，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侵蚀，如果长期接触污浊的东西或者跟化学物品接触了，那就容易产生一种像生锈的颜色，这种颜色其实算是瑕疵，能避免的就避免它。三，产生这种颜色的还有一种可能哦，就是有些翠友为了验证翡翠的真假，就用火烧翡翠，结果是你验证了真假，但它丢到了翡翠的原有颜色哟。想要了解更多的翡翠知识，多关注一下我们满翠直播间哦。